啦。哎、欸，这礼拜都是我帮你打卡的、欸，是不是应该请我吃个饭啊？啊，好啦好啦，嗯，不然今晚三人是换一碗鸡肉饭就好不好？靠，过河拆桥，懂不懂啊？好啊？说你呀、啊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机车的打字放在哪里？好像是在那边，你去那边找找。先生，不然我带你去好了。哦，请问一下你要找哪种车啊？哦，我比较喜欢美式机车。哦，我也喜欢那种哎 ，OHB 引擎，机甲店有没有？季文良，喂，小麦，我现在。季文良。我现在上班，等一下好不好？我不是说接到我电话第一句话要说什么？一定要吗？废话。好吧，亲爱的公主殿下，小蛮、小甜心、小可爱，就爱你了。找我什么事？很好，一字不漏。不过下次可以多放点感情。哎，中孝路上开一间行货，有一个包包好好看哦。我等一下传照片给你，你今天下班的时候去帮我买哦。可是我今天很晚才下班呢。不管了、啊，那天很多人哦，如果被别人买走就死定了。哦，可是没有可是，好啦，分开再来接我了，就这样，拜。哦，好啦，拜拜。我不是说挂电话的时候要说什么？哦，好啦，请收下我最深情的一吻，最爱你哦。拜。我觉得你真的要美一点。你的手艺这么好，以后退休生活不怕空虚啊！啊！好了，在我的餐桌上不要动手动脚。吃啊。到几点啊？要不要去看总冠军赛啊？我不要、哦。干嘛？你要请我去看？怎么可能？本来买了跟我女朋友一起去看的啦，不过她突然有事，怎样？友情价算你85折好了。85折？开玩笑，友情价应该算7折吧？友情无价，懂不懂？不懂。7折太低了啦。网络上有人卖7折的，85折啦。可是小梅又不喜欢看棒球，而且我这礼拜都上整天班啊，那时间去看了、啊。哎呦，早说嘛！最近怎么这么拼？缺钱哦。嗯，对啊。养女朋友哦。
为什么女生都想要男朋友来车？哦，这个学问就大了哦。根据我长久以来的观察，当女生想要有一台车的时候，就代表她想跟你进展到下一步啦。什么意思啊？嫁鸡随鸡嘛，懂不懂？不是枪用的吧？哎，敢反驳国文造纸的你可是第一个呢。哎呀，反正她就是跟定你啦。你看嘛。有了车子之后就开始找房子，有了房子之后就准备生孩子啦。啊，生孩子啦。阿公，怀孕有车坐好幸福哦。阿公你回来了，来 baby 叫爸爸。爸爸。好，走吧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喂，你在想什么？啊？翻云覆雨，你懂不懂？翻云覆雨？没有了，没有啊。总之，你现在应该差一大笔数吧？对啊。真的很缺钱哎。总之，如果你有打工机会，一定要找我哦。哎呀，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帮你的啊。看你最近这么操劳，这个周末要去飙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TT900，你懂不懂？当路博对不对？那款超夯的哎。当然啊，要不要去试看看抓地力变多强啊？好啊，好。走啦！啊，在我，在我，在我。高中数学家教哎，500，高兴学助理，居日有资上，月薪10000，帮忙遛狗，3岁，拉布拉多哎，哦，仙女啊，我的仙女，哦，仙女。代理管家月薪100000，月薪100000呢，多打一个零啊，拜托，打错了。嘿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哦，拜托，这些都是一些短时间就可以赚大钱的机会。事半功倍，你懂不懂？都我哥介绍的。那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吗？哎，物尽其用，你懂不懂？先有车，再有房，再生小孩啊！你现阶段用不到东西就啊，物尽其用一下，赚钱先嘛。对啊，再走吗？喂，那最后是什么、啊？哦，这个只要去里面挨个几拳，就可以拿2个礼拜的生活费哦。不过可能会掉几颗牙齿啦。你看，50000块，那个应该是蛀牙吧？你
要是那么好赚，你还会在那边摸来摸去，那边整理书？哎，现在是你缺钱还是我缺钱？我在帮你耶，知恩图报，懂不懂？皮说那是擂台，倒不如说那是考验耐力与演技的舞台啊。马甲拳啊，你懂不懂？马甲拳，姐啊，听说那间拳馆的后台就是天龙帮。不行啊，你那些工作都太危险了，万一一不小心出了什么差错，断手断脚怎么办啊？不行不行，放心啦，他们从来不断手断脚的，他们只会断你用不到的地方啦。不管啦、死也不做你那些鬼工作。哦，我今天找那管家工作才奇怪嘞，10万块。